哦，这夏天到了哦，好多车友准备要出游，我想大家都差不多，趁暑假好好的玩一下。啊，这一台车呢，就是要做行前准备喽。啊，进场更换哦，这正式皮带组。这一台车是1.5涡轮的哦，斯特 Focus 1.5涡轮的。看一下啊，它是对1500cc 涡轮，2016年的。很多车友不知道说这一台要换正时皮带哦。如果我没有记错，它应该跟 EcoSport 很像。那我们已经换了好几次了。那它每一组换的话都是用原厂的哦，原厂的套件，它一组就是含一个舵轮，还有一组皮带。哦，那这师傅已经是旧的皮带已经拆卸完，换上新的，现在正在做复归的动作。给那个出游前还是哦要检查车况，不管是最近常遇到冷气，还是今天看到正时皮带，或者是说轮胎或者刹车系统哦，这些都是跟安全息息相关的。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或是想要询问的，都欢迎来电或者是线上洽询。小店只要有时间，一定会好好的跟您说明，解释该或更换的东西或可能的原因。但如果说要来现场，做检查的话，麻烦也先行做个预约，都很乐意替您服务。好啦，那巨大车业下次再带给各位不一样的维修状况哦，下次见。